宫腔镜检查呢，是用人工介质啊，一般是生理盐水啊，5%的糖啊，把宫腔扩张，然后插入呢宫腔镜的话，通过显示器的话，观察子宫颈管呢，子宫腔啊，输卵管开口啊，它的解剖形态和一些病理的情况，也可以在直视下呢，准确地取出组织进行病理检查，而且呢，也可以通过宫腔镜呢进行手术治疗，比如说宫腔粘连的分离呀、子宫纵隔的切除啊、粘部下肌瘤和子宫内膜息肉的切除啊等等这些手术都可以在宫腔镜前呢完成。但是宫腔镜检查或者手术的话，手术前的话是要做相关的准备的。第一个就是说手术时机的选择，一般宫腔镜检查呢是在月经后的3到7天啊进行。再一个的话，要避免炎症期，比如说有严重的阴道炎或者有盆腔炎的时候，是不能进行宫腔镜检查的，要经过治疗以后才能经过宫腔镜的检查。再一个，宫颈检查的话，现在的更多的时候是在麻醉下进行，所以手术前呢需要进食水的话6个小时，以配合麻醉的需要。再一个就是宫腔镜检查手术后要注意一些问题，首先就是手术后阴道流血的问题。宫颈镜检查以后的话，或者治疗以后的话，阴道是会有少许的出血的，一般情况下会少于月经量，啊，如果出血比较多，或者说出血时间比较长，比如说超过正常的月经时间呢，一般的月经时间是3到7天，如果超过7天还有月经出血的情况，要进一步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和治疗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要手术后注意和有没有腹痛的情况有时候宫颈检查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导致子宫穿孔这是并发症。再一个的话，宫腔镜检查可能会引起盆腔感染，如果手术后病人有肚子痛、有发烧这些情况，也是要继续到医院来进行来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的。